好多人我唔知天爱花有中国江歌毛三声个称号。天爱是中国江歌阮古之都，这个基本个来知。2003年，天爱获得国家颁发个中国江歌阮古声个称号。今年2004年个1月，天爱又获得中国江歌毛三声个称号。其实今年天爱政府通过天爱部向社会征集江歌毛三声个 logo 个设计。今声也有投稿，其实看有得过奖项。其实看有主任在咱唔知个，天海宝曾经是名儿国内歌，特别是到当人啊，天海宝伊是唱手话，结果就得配到天海之位著名个人物郭胜哲。头先今声有视频配过郭胜哲，伊是山头电灯，自来水电话之白，伊也是创着山。上早引进日本织布机的技术，将当时的潮州土布升级为日月市的招牌填海布。潮汕地区的手工织布的历史发古，是当时农村的一项主要副业，全部是由农村主妇落座，主要如耕稻布、蕉布和织毯。稻布的材料就是稻麻，也好个叫做麻布。就随着山头部的繁荣，郭胜哲伊听到商机。1909年，伊从当时工业已经发生前的日本，引进来二十部电力库档的织布机。经历天海进发布局，换从日本国内来的技术人员，采用上海的大沙作为原料，工厂设到停声声动，原来大正也个应该摇手摆。进发布局因人家己发展。村内电力，我提前去三台火人开备用来，因为相比手工建出来个布，进发布结个生产出来布质量好，价格又便宜，这一件就成了抢手货，出口到东南亚。一般人呢将这布叫做天海布，也有叫做四季布。如果生意过好，好在天海人也加入新兴个织布行业，这一件就发展到70多家。要为了避免行业的恶性竞争，郭胜哲就发起组织了布业的工会。规定啦，用有100台织布机，以前个工厂如何来加入工会？有资料记载，20到30年度，田海乡以及周边个乡里，织山棉布达到300匹，泥山达达到3000万以上。田海政府布局随着郭胜哲个办事。转朝去一个正三个人家的经验，到了新中国改做公司合影，后来收为国有，改名天海布厂，地址还是在原来进发布局的位置。经声音响学生的，所以当时经过那个玲珑桥，人人听到叽叽声。直到1987年，天海布局迁移出城外，后来在山岳道、东陵镇发展来比较好。